大家好，我是韩国威。韩国威，金针菇。没错，我又来到台南了。因为呢，台南阿伯他有邀请我一起吃水母王城，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所以就去拜访一下这样。发型吧，够了吧？反正就是我来这里完全没有规划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要不要回台北，我就先看看状况，就是来放松的，然后拜访一下我想念的人，这样。好 ，Let's go。这种回到阿公阿妈家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突袭他，突袭他。虽然他知道我要来，但。到了，阿妹，阿妹，你好呀，哦，好棒啊，阿妹，哦，真高兴啊，啊，想我吗？哦，冷不冷啊？哦，你很冰哎。咖啡，咖啡，他说咖啡。阿妹，没关系啊。我礼物送给你。我？哎，要不要看一下？现在。哦，你一定很喜欢的。什么东西？这么一进来就有礼物，就是。我在这里开箱哦，哎呦，收了，像不像？啊，不好，嗯，可不可爱？金针菇留念，祝新年快乐，年年年年有余，台湾。阿伯整202112月27台湾哇啊年年有余的那个鱼对哇闪闪发亮哇这个是什么你不喜欢很喜欢这个回台北去吃啦哇哦吃到好吃谢谢阿伯哇他还有咬这个珍珠耶这个太可爱了喜欢吗很喜欢阿伯有一台40多年的老机车，带你去逛一下，哎、欸，好不好？哇！哇！那个阿伯的，哇，阿伯太帅了吧！有没有？带你去逛逛这里，逛一下看看。哎、欸，这边这个是我的照片在这里耶。对呀、啊。啊？为什么选我不要眼睛啊？我没有睁开眼睛耶。你不要眼睛吗？你这都认得了，这个地点你没有去啦。来，这里坐。就是你跟我上电视以后，就变国宝了。五层楼，你知道？那林百货啦，林百货。对对对，林百货。那董事长打电话要我去那里啦。哇！变国宝了，真的在这里。Oh my god！ 那董事长打电话来了。子怡，子怡呀！阿妹知道子怡吗？对呀。对呀、啊，你看看，原来一直在这里，有没有看？是不是没有卖到，然后送我的，那时候要卖，然后没有去给人家看呐、啊。你坐的那一台在这里、啊，有没有看到？我的照片在椅子上面嘞、欸。金国宝，我看看你的朋友。哦哦，是没有头发的那一位是。来了来了，林红啊，哎、欸，那个酒喝金针菇啦，金针菇，金针菇。邱先生，邱先，邱先生，邱先生还好吗？哎、欸，你好。啊，最近好吗？等下去看你啦，等下去。好啊，好啊。要不要过去叫他？就在这里，拐个弯就到了。哦，可是他在忙，会不会打扰？走走走。大家还记得邱先生吗？邱先生你好。嗨。你过来啦。在忙啦，你看看他生意很好。人家在忙，为什么要搬？没有关系啦，就在这里看一下老朋友，这是他的店。很忙耶，很过忙啦。我朋友好奇，我请来呢，无那么乐观呢。老板来剪头发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交了很多漂亮女生。你害我！我就跟你说，我最怕老婆，你再这样讲，那我晚上怎么办？那我先走了。哎、欸，照照这个。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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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帅哥，谢谢，好，谢谢，谢谢。那晚上我们就约9点在我这里。这里是帅哥金针菇。来来来来，走了，阿贝走了，他快走。阿贝。
这样我会害羞啊。不会啦，你说要自己煮一项啦。啊，我明天要煮啥？好啦，有炒明天来。我煮一餐给你们吃。我刚刚就站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然后之后我就想说有声音，然后我打开门的时候看到他，我就被吓到。哦，你说阿豆比吗？要不要下来？我要先写完功课。啊好，那你刚才等一下到时我再下来写功课。哎，好久没有写功课，但我也其实没有带什么泡菜跟萝卜而已。泡菜跟这个送你们，在这里蹭饭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也带了泡菜煮给他们炒泡菜，这样子小小的而已。哦，我为什么这样吓我一跳。哦，真的来到阿嬷公家的感觉，很舒服。嗯。哇，阿贝都会在这里吃饭哦。对呀，他真的很有 feel 哎，而且还铺了这个报纸。以前我小时候如果在家里要烤五花肉的话，也会铺。快下来吃饭，作业写完了没？还是我帮你写。这个是泡菜，还是泡菜？啊，这个红色是辣椒，有白椒。辣椒。不会啦，不会啦，它不会啦。可以的。你要放这里吗？有游戏的娃娃。对对对，木工啊，高级要死你了。他们可以很是兄弟耶。有，看到我听到。所以你要回韩国了？啊，明年应该会。啊，你怎么知道？你会想我吗？我会。我孙子好，他拿你的相片跟朋友给老师看呢，老师都给他嘉奖呢。哎呦，太好了，这样我最有面子了。我都一直跟老师讲，我拿对张啊，对张啊，跟王红吃东西好，跟我们一起吃对张啊。哥哥呢？哥哥来吃。弟弟来，弟弟你坐这里了。哥哥是什么？弟弟。他吗？他这么贵，弟弟，你看他现在不能，他现在不能吃，他现在算了，他现在不能吃了。好，快动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高兴哦。真的吗？哎，我也很开心，我很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感觉。对呀，这是我们台湾这个固有的亲情啊，知道吗？嗯。好，开动。可以吃饭了。他们第一个就想吃我煮的。对呀、啊。什么意思？不会很难。看看这锅的，那个应该不会辣。不会辣，不会辣。会尝，试试看。好吃吗？好吃。哦。你来呢？你第一个来，年年有余。这个爸爸碗。这个是台湾年年有余，靠来靠来。哈哈哈哈哈哈。哦，这个排骨。对。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好好。对，两次年年有余，所以你两年都有很多余。待完跟他家为了解决那个离婚了，当成台湾了。这离婚好不好？这离婚好不好？啊，哦，很好很好。叔叔，自己安住的呢。那个哥哥。我好。他算是。不是怎么这样？你要吃宵夜啊？好的哈。什么宵夜？要跟我有根据吗？一起一起。他说带他们去吃面的。好，好，好。我带你们一起去。九点。九点。要吃板材面。啊。面我还没吃啊。明仔啊。放一个啦，要吃宵夜啦。明仔啊，妈，我不爱吃宵夜。不能吃太多。哈哈哈哈哈！想去住第二晚了。第二晚了。啊，不要。哎，很想吃两碗呢，然后吃不到一碗呢。那你先来，他这个算是真的。真的。对，很开心。真的。嗯，阿贝很开心。嗯，嘿嘿嘿。那谢谢。他是假装。要你要帮我播吗？你会播吗？他坑的呀。我会播。我跟你说，你以后如果要交女朋友的话，一定要播虾子。要不要？都点头。给我现在要练习。来，练习看看。哇！来来来，跟哥哥一样，好，加油，喝掉。
了。哎、欸，他们太好了吧？真的？怎么弄啊？给阿飞吃。这个还没吃完呢。你看我在剥，可是我的脚是剥不起的。太沉了。我的脚都剥不起。嗯。我剥了一堆壳在这里。这样子，先把这个拿下来，然后这个这样。啊。谢谢，谢谢，谢谢漂亮的金针菇姐姐，谢谢漂亮金针菇，讲不出来吗？阿贝，要不要吃虾子啊？有，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放糖啊，这个金针菇，金针菇哈，啊，太饱，等一下吃宵夜哦，要记得哦。有点呢，好棒哦！我以后要邀请我来吗？看阿伯在不在啊？阿伯不在就没有办法了。你都会在这里啊？人生没有不算的宴席，听过吗？哪有，老伯很健康啊，现在。去吧。谢谢阿伯邀请我来吃饭。阿伯你大爷，他是你的哥哥耶，他是10岁，姐姐8岁。休息的时候都会干嘛？就是养生啊，养生最重要，养生不养生就养医生，养生最重要就是养心，养心就是养德，懂了吗？ OK 又来了，这个阿伯的经典，所欲者不饥饿，所得者，知道吗？来，这个是当拿过来，哈哈哈哈哈，耶，好，谢谢。阿伯不能睡着哦。我要加礼物啊！你好，谢谢。谢谢你，弟弟哈。谢谢你。姐姐也要给你。啊，自来水。谢谢。这个有喝哎？鱿鱼游戏吗？我也有。西瓜甜不甜？看季节。好舒服的，你可以抱他，他不会怎样。那怎么办？对，好可爱哦、喔。走了吗？1、2、3，新年快乐！来这边，弟弟姐，这个红包的部分，我们会。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要读书念，认真读书，然后要好好吃饭，好不好？好，我已经先过去，让你后悔了。啊，好可爱。他们给金针菇姐姐亲一个。啊！哈哈，好可爱，谢谢金针。好，拜拜。你们之后还会来吗？之后会。哥哥，拜拜。你要好好听姐姐的话哦，好不好？那你中午还在吗？我中午会回来。可是明天礼拜二呢？明天礼拜二你要上班。好，拜拜。哥哥说拜拜。好。拜拜。如果你还在的话，再见喽。好了，进去的。好了。拜拜。外面很冷哎，进去。好，进去感冒。拜拜，晚安。好。阿伯累吗？不会啦。阿伯刚刚在偷吃什么？哎，木瓜要不要吃？木瓜，赶快去，赶快回来睡觉。哎，啊 ，go go go， 老板，很辛苦呢，现在还没下班呢，去吃宵夜咯。台南这一间你去过吗？民生路？没有呢。叫什么名字啊？它没有名字。真的、啊？然后快要到秘境，那是秘境。秘境、哦。你们这样认识多久啊？30-40年吧。30几年啊。你每年回来找他，他很开心。对啊，因为像到这个年纪、哦、我们全家都很开心。到这个年纪都喜欢朋友啊。交朋友不分国籍，不分年纪。对，就像亲人一样，亲人。好，我现在已经到了住的地方。好，今天也
也跟阿妹玩了一整天，没想到现在已经12点了。很谢谢他邀请我一起吃晚餐，甚至是跟他的全家人一起吃饭，真的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但心里觉得哇，他很看重我，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然后明天他说他还要带我去吃个东西，所以非常的期待。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那大家下一集再见，拜拜，阿多比拜拜。